36个字，作者阿达。清晨，男子出门打猎，在红日蓝天下，他造了一艘小船。捕鱼时风云突变，暴雨掀翻了小船，经历诸多波折，勇敢勤劳的主人公终于上岸，却又在如何运送羊、虎和花的问题上大费脑筋。作者简介：阿达，1934年至1987年，本名徐景达，中国美术片创作家、漫画家。1983年，导演36个字，在南斯拉夫第七届萨格勒布国际动画电影节上获教育片奖。清晨，太阳冉冉升起，照亮了青山秀水。日、山、水。森林里热闹起来，小鸟和大象正热情地问好。森、林、鸟、象。男子骑着马，越过宽阔的田野。夫，成年男子，马，繁体写为马。夫，马，田。穿过茂密的竹林，竹。来到岸边的草地上。草，河水清澈，马儿在岸边安静地吃着草。马，草。在森林里，男子用刀砍伐树木，做成一艘小船。舟，小船。夫，刀，林，舟。开船喽，它划呀划呀，燕子在空中飞过，男子开始撒网捕鱼。燕，燕，网，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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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呼呼，乌云飘过来了。云，哗哗，雨越下越大，打开伞躲一躲吧。雨，伞。夫，舟，水。忽然，狂风卷起巨浪，掀翻了小船。在水中，男子挣扎着爬上一块礁石。石，他浑身湿漉漉的，又冷又饿，怎么办呢？生火烤鱼吧。火，鱼，夫，石，水。没有了船，怎么上岸呢？哇，热心的乌龟来帮忙了。龟，大乌龟游啊游，找回船儿不用愁，谢谢你，善良的乌龟，再见。龟，舟。在对岸，老虎正在捕猎。鹿和小猪
飞快地逃进密林。哎呀，不好，老爷爷摔倒了。屎，猪的意思。叟，老年男子。老虎，虎。鹿，屎，猪的意思。摔倒的是叟，老爷爷。这是草草草，上面还有个小鸟在飞。老虎扑了过去，虎。在这危急的时候，男子拉开弓，射出一箭。弓，射出一箭，噗。老爷爷得救了，他把男子邀请回家。舍，原始的房屋。还把羊送给他，感谢他的救命之恩。羊，这边失去了母亲的小老虎正伤心地叫着。虎，大老虎。虎，小老虎。男子决定带他回家。带着羊和虎，手捧着鲜花。羊、虎、花。男子回到了船上。哎呀，太沉了。男子看着花、羊和虎。花、羊、虎。如果每次只运一个，心想怎样才能把它们都运过河呢？羊要吃花，虎又要吃羊。对了，先把羊运过岸。可是接下来是先运虎还是先运花呢？太阳快落山的时候，他们终于全都到了对岸。马儿早就吃饱了，马正等着主人回来呢，骑马回家喽。大象、小鹿、小猪和乌龟都来送行。马、夫、花、羊、虎、象、鹿、屎，猪的意思。龟，到家了，妻子带着儿子出门来迎接亲爱的爸爸。女，女子，此处代表妻子。子，儿子。门，繁体的门。舍，家。小狗欢快地朝主人摇着尾巴。犬，狗的意思。男子高兴地把花献给亲爱的妻子。花，回家真好啊。